藏了许多亮点的溜滑梯。看完点点星空后，冲进光明。金属滚轮加快溜下来的速度，让家长跟小朋友们来回玩了好几次，流连忘返。在大太阳底下，温度还行，但体感确实有点刺激。不是很痛，还要再玩一次？觉得不妥啊！如果屁股很痛，会痛。对啊，他还要附一个垫子，不然就是要穿长裤。才刚启用的滚轮溜滑梯位于苗栗市公维续隧道出口处，高 5.5 公尺，长约31公尺。为了搭配公维续隧道内 LED 七彩灯光，当初特地将溜滑梯内部设计成感应全彩立体星空投影，让两者相互呼应。好玩啊，不好玩我为什么要来玩？刚丢进去你有看到什么吗？反正就是上面有星星啊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没那个必要。好，怎么说？有点碍事。而溜滑梯造型也白白款，苗栗竹南狮山公园岩石造型的屋顶连接滑梯多达八条路线，有弯有 S 型，还有最短距离，多种玩法，旁边还有戏水池跟其他设施，拉长亲子课在公园放风停留时光。三立新闻黄梦。